茉莉，茉莉。你有病呀？对啊，你有药吗？神经病。哎，管制吗？给我咬一口吧。就这么小一个，你忍心吃吗？当然了。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时候的我紧张的心脏都快崩了出来，他的呼吸伴随着糖果香甜的气息，大脑一片空白的我连他的唇究竟有没有吻到我都忘记了。茉莉，嗯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分开，然后再次喜欢上对方，你会怎么办？当然是直接结婚啊，傻。我有事，先挂。喂。喂，茉莉啊。小白在寝室吗？没有，他刚去图书馆呢。小白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分手吧。我说，我们分手吧。在说出第一遍分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已经爱他爱得那么深。深到连分手吧这三个字都痛苦的发不出声音。毕业聚会的那天，我喝了很多，他却一句话没有对我讲。茉莉，茉莉，我送你吧。茉莉，你别闹，现在都凌晨过了，你去哪儿跑？放弃，一个人我也不放弃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大街上哪都是出租车。小白，我求你了，我们不要再有任何交集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当陌生人吧。别为你一时的后悔找理由，你要是不放心我，早该在两年前就不该说那句话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分开，那你还记得你说的那句话吗？当然是直接结婚啊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回去。但是时间真的改变了太多。